家好，我是严生，关注专业乒乓20年。我们来看一下瓷钻中的应用。首先啊，颜色非常潇洒的侧切了一个，然后就被对方无情的入侧了一个。可见互相接触在实战中还是有风险的，关键是侧切之后的衔接啊。我们看到颜色在潇洒的侧切完之后还是出现了机会，但是第二板的正手没有发上力量，身体有点掉位。第二球对方底花了半天发了一个侧上旋，弧线比较高，颜色在来球的起跳前期顺势侧切一个，大家第三个球，对方在若有所思侧发了一个中路偏反手的下旋，看来对手也是吸取了经验，不发上旋了。这次颜色利用想要劈长的假动作，接着摆了一个正手转，在线路上欺骗了对手，造成对手掉位。所以在比赛中对待对手就要像男人对待老婆一样，要善于欺骗才能取得成功。第四个球，发球很漂亮，在观察到对手准备上来领拉侧发了一个中路底线，对方回球过高，习惯性的退后，在观察到对手站位靠后之后，同样一个侧切，这种球过去是侧下旋，如果不能直接拉就非常被动，这也是非常好的节奏变化。可见啊，这些在接发球和相持过程中都可以使用，在接发球中和正交的快摆在旋转中形成很好的反差，从而使对手很不适应。十八正交的特点就是速度快，击球点快，但在比赛中一定要依靠像侧切这样的技术来进行节奏的变化，否则让对手适应的节奏将会非常被动，有时即使很占优势也会被对手反拉。我们知道啊，刘国梁有一句名言，我打比赛先不急于赢球，我先想怎么把对手搞得不舒服，对手不舒服之后啊，我就舒服了。这里的不舒服更多的是强调节奏的变化，作为直板正交选手这点尤为重要。好了，今天讲的差不多，接下来让我们安静的欣赏一下比赛。